新春呢，是最有生机的一个季节。每次我录完影啊，开车回去的时候，总要经过仁爱路的一片绿荫大道，看到泥土里孕育的这绿油油的一片草皮呀、虽然煞是好看，也让我回想起当年唱过一首歌《送你一把泥土》，当时唱这些歌的情绪啊，是比较是雄赳赳、硬邦邦的一种执着。那么如今偶尔看到树梢上的这样子一些星光，还有这些孕育生命的泥土，顿时掠过心头，觉得对于这份土地啊，存有一份感激之情。您是不是有相同的看法呢？欢迎今晚与我们一起度过今天的今宵花月夜。是朋友，还是朋友？
节目，听到你曾经唱给我听的歌，仿佛你在这，虽然都早已经过去，可是现在的我仍然还感觉到你在我耳边轻轻地唱。记忆在我身边围绕，我到底还在为谁伤心？不该是为你，也不会为过去，我想只是听到一首伤
中国文学家王鼎钧说，故乡是什么呢？所有的故乡都是因为异乡演变而来，故乡也是祖先们流浪的最后一站，但对后代的你我来说，故乡却是流浪的开始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乡愁四韵。第一次来台湾19岁，19岁就是2·8·4变，刚刚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们就到台湾，来。到台湾我们就住房了。是。那个我们那个部队是住在中南部啊。中南部。我住过彰化，住过凤山、冈山、旗山那些地方。然后我又跟着部队又回去。3月。大概15号、14号到台湾，然后11月又回大陆打仗。又回大陆，打仗的话部队又打垮了。打垮了，我就知道这个，看情势不大对了啊。那哪里最安全呢？我说台湾安全。又跟着部队在。台湾又天气又好啊，一套衣服一年四季都不要换就可以过啊。这样子。后来有成家了啊。成家很晚。大概几岁的时候结婚的？43岁。43岁。有一个小孩。一个小孩。一个人。现在多大了？23。23岁了。他的年纪跟我这个比邻啊，比我大半岁。您他刚刚生下来。是。半岁，他3月生的。是。我8月这个生病。您这个膀子对不太舒服。腿也不行了，半边。这个中风的病。中风的病。已经这个到了阎王门口，就打了一转，他看我不顺眼，就不收我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那继母小的时候也带过您吗？继母就是把我赶出来的。继母。他是容不得我嘛，因为他那时候他有个拖油瓶带来一个女儿。父亲会偏袒你，还是会听这个继母的话比较多？那当然听他的。所以我从小挨了不少揍。在家里就挨揍，或者到油坊当学徒又挨揍，当兵又挨揍。一直揍到大概到30岁以后就没挨揍了。这样子。前半生我现在68岁了。前半30岁以前。几乎是无时无地不挨揍。我那时候给我父亲打的时候，没地方诉苦，没地方哭，也没地方哭。受的冤枉啊，也没办法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。对。你硬赖在我头上，我怎么办？是。我你不让我这个辩白哈。对。就举手就打，我受了冤枉，我受了气，就跑到姑妈那里哭一下。姑妈应该是在你这个童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，对呀，给你温暖的人。对，所以我总想，我第二次回去是专门是为了找姑妈祝寿。姑妈还在？在。今年85、86了。姑妈比我父亲还要亲啊。因为我
9岁就没有妈妈了。哦，哎，在您这一生还有什么觉得是想去完成的一种愿望或者您的想法？我好像还有什么理想的呀？没有什么理想啊，因为我第二次回去啊，我就说，我带了20万回去哈，哎，我说这20万咱们花在姑妈老人家身上，哎，我姑妈老人家你到什么地方，到北京到四川我陪你玩啊，因为我一个人我自己残废，他要80多岁不能照顾他，我说找个我表弟啊，或者我表妹啊，有小夫妻两个照顾他，照顾他妈妈啊，我就陪一陪，我一路上付钱就对了啊，一路上做陪，哎，结果他不哪里也不去，就说你这个钱呢赚得很辛苦了，体哎，你回家你回，你不在这里花掉，你回家怎么办呢？我说台湾没有饿死人的啦，我说。你侄儿还可以写文章赚点钱呢，没有问题的。法国文学家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一书中提到，人呢，在生命结束的时候，死叫做走；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呢，走却等于死。谢谢各位今晚的收看，今宵花月夜，明天再见。